好，多謝大家先，係都唔知道多謝乜嘢，不過都係多謝你睇呢個 channel 啦。呢個5月4日星期五又走咗嚟元朗呢度啊，仲近最近嘅時候咧開始會錄少啲 video 啊，因為好努力地買鋪啊，一買鋪嘅時候咧就要花時間啊，錄唔到咁多 video 啊，冇咁買鋪嘅時候咧我又會錄多啲 video 啊。咁啊，5月4日星期五，6:47呢度，而家企咗喺呢個教育路。咁啊 ，again， 因為除咗我自己喺度講資源嘅時候咧，我有個人專門周圍睇嗰啲 video 嘅，我全部啲成交我都知道曬，我有個 Google Drive 嘅 folder， 如果你中意嘅話，你問send 個 message 俾我90361143 WhatsApp， 咁我就個 Google Drive send 過嚟俾你。咁都基本上幾個月啦，全部啲成交你都睇得到噶啦 ，video 啊、相啊、圖蹟啊好多都有曬嘅，冇所謂公開啊，俾大家知道多啲 post 啦。咁當然啦，希望你買鋪嘅就記得買我嘅鋪，我啲鋪最好啦，薄利多銷，總之係咁去啦。咁啊，琴日就買咗第九間賣出咗，剩翻嗰個咧。OK， 呢度影龍大廈先。影龍大廈呢個嘅紅雲壽莊嗱，紅雲壽莊我唔知係。總之收到消息就賣咗，這個教育路3/69號就大概1000尺呢個嘅紅雲乜嘢咧，賣咗3880萬，一睇啦，這個門闊咧，咁稍微度下啦，都幾闊下嘅，16尺面。見到嗰邊啦，佢向嗰邊個方向嘅時候咧，就嗰邊就變咗直，向翻呢邊咧就係個大黑位置啦。如果你知道嘅話咧，大黑嗰邊嘅教育路咧就係呢個啦。如果呢一間擺喺翻嗰邊。分分鐘我諗千，咁大把呢邊嘅時候咧就冇咗一半價錢，差唔多啦。咁而呢個3800萬係差唔多先。咁呢一邊咧，情況就係，唔係呢度有個房咧，我諗可能過嚟好難過，行係咁要行過嚟，係先要到。咁啊，轉變咗呢一邊嘅鋪咧，咧嗱有啲對面生意會好啲喎，對面因為冇難過，啲車又停車，對面一定係值錢好多。但係呢一間嘢咧，而家個鋪咧。咁啊 ，anyway 個租值啊，其他呢個未有喺手啊，大概10尺，深嘅大概10尺。邊一嚟咧就係好傾，係咪睇到邊啊？聽啊 ，OK 好。咁總之啊，大家得個支持，咁覺得OK 嘅呢樣嘢，雖然就都，如果你用俾我分數，我覺得係差唔多3800萬到，我覺得係差唔多市價位，差唔多市價位，十分好平，一分片咯。咁我覺得呢個差唔多市價位 OK 嘅。咁元朗嘅教主要叫教路叫大街大路。其實大路如果呢間鋪擺咗去大路嘅嗰邊嘅時候咧，就分分鐘8000萬噶啦。咁啊，再近啲嘅話，嘅話就成億噶啦。再嗰邊啲啊，咁啊，即係過大棠路嗰邊先。咁啊，個近多啦。咁啊，總之就係大家都個支持。咁就係個呢個價錢。如果你想知道其他啲 video 嘅時候咧，我接住就未必有咁多時間講太多。但係就個可以問我攞 Google Drive， 因為我自己都睇好多我哋成交，咁我先知道市場上啲咩成交。市場嘅一堅定流嘅時候咧，未到最後一刻未到土地增值之統計都唔知道。同埋好多公司股份轉讓咧，好多時作大個數字，公司股份轉讓嘅話，咁啊唔好信太多個數字，咁因為人哋 check 唔到。OK， 多謝支持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